很好，好极了，回来吧，回来吧。做好准备，给变形联盟惊喜吧！真香，我已经等不及要吃了。普利士，今天没有任务吗？这很遗憾，暂时还没有。空气中的硫化物增加了78%。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嗯？啊？停水了吗？这水呢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姐姐，你没事吧？我刚才倒在锅子里的水突然间消失了。再加一次水不就好了？这，姐姐，会不会是你记错了？为您播报紧急消息，平息室的水在一瞬间消失了，就连地下水也不例外。地下水的消失导致地层下陷，不少建筑受到了影响。啊，为什么地下水消失了房子会倒啊？地下水长时间储存在地下，支撑着地面，地下水突然消失，土地下方就出现了巨大的空隙，因而破坏了地基的稳定性。如此一来，就可能发现地面沉降或塌陷的情况。更糟糕的是，平息室似乎所有的水都消失了，水可是所有生物的生命之源呢。普利士，你们已经知道水消失的现象了吧？是的，确实很不寻常，全市一滴水都不剩，人们支撑不了多久。我已经从其他城市紧急调度水源，但依然需要你们找出问题根源。好的，队长。变形联盟正义！喂，你们快点把水找回来，不然就来不及做晚餐了。是是是。再来一次，变形联盟正义出击。目前一切稳定，也没有太强大的意识反应。好了，太好了！就是这个西卡搞的鬼，漂浮在他们身边的是 H2O。啊，水是水 ，H2O 是水的化学式。哎，你直接说水不就好了？哎。又是你们变形联盟，老朋友已经等你们很久了。啊！那是厄运，这怎么可能？我们早已经打倒他了。厄运他复活了。嗯，这个厄运不对劲儿，他原本的能量几乎完全消失了。厄运他不是复活了。啊！厄运成为了西卡的傀儡。哼，你们知道了又怎么样？我现在拥有的可是既强大又听话的手下。厄运吸光了所有的水，而且他正在进行某种化学反应。什么？为什么是极冻反应？还有，回归的厄运能量比以前多出了3倍以上。哎呀，管它多3倍还是30倍，我宇宙第一一样轻松搞定喽。可笑的自信，我这就给你们点颜色瞧瞧。巨合变形。
接招吧！小心！疏散群众！原来厄运吸收这么多水，是为了对市区进行冰冻破坏。帅气的我万一感冒了该怎么办啊？是有点冷啊。目前温度已经低于-20°，机体出现状况的可能性提升了60%，大家小心！不行，得想个办法。哪有时间慢慢打算？交给我吧！一风暴长臂！放开我！你这个大冰箱！变形联盟，消灭！消灭！裂风暴长臂，快救援裂风暴长臂！疼！刚才那是深渊机体，是我看错了吗？裂风暴长臂！除掉变形联盟。裂风暴长臂，不是我看错了，变形联盟他们真的出现了黑化反应。相信普利士，醒醒，你醒醒啊！哼，变形联盟，你们连控制自己的机体都有困难。今天就一举除掉你们！皮卡，紧急状况，立刻回到基地复命。可是，没有可是，少废话。变形联盟，这次算你们运气好，下一次可不只是这样了。厄运，回来。普利士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但是刚才的机体失控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刚才我们都在长臂遭遇危险时机体失控，估计是厄运散发的不稳定电波对我们的域产生了某种负面激化。还有西卡为什么要在平息室发动这波无意义的攻击？不，这不是无意义的，西卡恐怕是在试验他的第一个傀儡战士厄运。绝对能源已经被破解了，从此以后我们就有源源不断的能源了。西卡，不要再浪费时间跟变形联盟周旋了，尽快复活更多高阶战士。是的，我会加快速度。有了这些高阶战士，不要说地球，整个宇宙都将属于我们。复活更多的高阶战士是吗？